微软的 Kinect 体感摄影机预计今年11月要上市，也有越来越多对应游戏公布了。除了微软自己要推出的游戏，包含 Kinect 运动大会、 Kinect 大冒险、 Kinect 可爱动物、 Kinect 乐活赛车等游戏之外，在第三厂商方面， Ubisoft 公司也是很积极，有很多款对应 Kinect 游戏将同步推出。例如这款最新公布的动感运动就收录了包含足球、美式足球、拳击、滑翔翼、骑马、滑雪等六种运动、40种挑战关卡，而且不同于其他体感游戏的可爱 Q 版风格，动感运动画面标榜真实，游戏的反应时间也很灵敏。对于喜欢运动游戏的玩家来说， Kinect 在今年11月推出时有这么多的游戏可以选择，实在是非常不错嘞。